是养牛肉屋哥，现在带大家看看这个新建的牛场，看看这牛场的规模，看看这牛圈啊，这新盖的牛圈。这里的牛床是4米宽的，这走个机器啥都能行，走着清粪啥的，啊，你过个车都行。这是那个。运料的通道，啊，这跟那个牛槽子是一边高的，这是1米8宽的，这牛槽子是60宽，牛槽底儿距地面也就40公分啊，啊，这都是镀锌管子，这是铁栏杆，这都是拴牛的，铁栏杆是整的，这拴牛的这小。这个铁环，这个、牛圈长线是40米啊，双排圈。如果说这牛，这是养这个，要是拴这个小公牛啊，400-500斤的小公牛能拴80来头。你养玉肥牛，养玉肥牛的话，也就是养70来头。因为啥？玉肥牛还得1米2左右一个能拴一个牛。你要养那个繁殖母牛。养繁殖母牛的话就得1米5，养繁殖母牛的话1米5的话，30头也就是也60-70头，养繁殖母牛啊。啊，这周围这都是防寒板的，就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彩钢房似的，这里头都是这个都是铁板里头夹的泡沫。看这窗户。设计的挺合理啊，上面这铁架子，铁架上面俩是彩钢瓦的，里头这都是加的岩棉下边是一层小铁丝网，这铁丝网设计的不咋太合理啊，因为啥呢？要是养玉肥牛，这里头氨气大，时间长了这些铁丝网就容易上锈，上锈就容易腐蚀，完就坏了，能挺4-5年这样的，中间都透明瓦。这个最高点举架高是5米的，两边俩是2.5米的。啊，这是来客户选牛的啊。看外边是那片斗地，这养牛环境不错啊。这牛圈造价也够200多块钱一平吧。这个牛圈一共占地面积是500多平，一共花去11万多。整个牛圈呢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举架高，通风好，而且上面都带这个通风口，同时呢，防风的效果也非常好。冬天前如果说雪大了。它也不带存雪的，因为它这个坡度大，所以说这个牛圈总体来说啊，就是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。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回顾后果，谁没有一些旧恨心窝，一点点的心错，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痛，白天就把这牛都牵出来，谁人负你负我多，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心不知悲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空吸吸收散快乐，在晚风中冲去心所。哎
往事，有些不是谁人是对是错，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一笑很风云过。这样牛，这个牛场属于没玩过，快玩过。